次選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没有啦，也不是啦，就是稍微就是觉得自己有自己的路，没有必要跟他比。
没有，我觉得你可以加入其他队的。好，对，还有篮球啊。对啊，那路很宽，路很宽。那你们打算跳到什么时候？对啊，突然被反了。到我结婚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我想要30岁前结婚。三十，那快了，剩两年。剩两年嘞。剩两年，这有点找不到了。对，有点难。可是这是一个目标嘛，大家因为大家把30岁当成一个，你应该也是啊。可是内心龙还在日本。对方才21岁，2000多，小弟弟耶，小弟弟不行啦，他跟你们同月同日，是嫩草，对，也不是你有确定内心龙吗？不是我被人设定，他被当队友一直被 cue。内心龙，你跟内心龙讲一段话，喊话喊话喊话，加油，干巴爹干巴爹，有机会就干巴爹给他塞，干巴爹干巴爹，台湾快乐我也喜欢，啊，我吐了。你们互相说一个对方的优点，就是冷静啊。就我很冲动，你要找他，对，就我很冲动的时候，我会立刻找他，他会压制我的冲动。那你讲讲他的优点，热情。有时候你也是需要热情的。要啊，对，因为我想说，就比如说，如果我跟他一起去到一个新环境，对，一定是他先认识周围的人，那我可能就会待在他旁边，但我不会去认识周围的人。他会比较主动，然后他会把我的朋友抢过去，然后我不会抢，我不会抢，我是。帮我认识，然后我在认识他的朋友。我要跟你说，我高中到现在每一个地方，就是我去打工之后，然后他都会进来我的店，等到他先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比较喜欢新环境，然后我就会去闯，然后闯完他就会捡尾刀，我没有捡尾刀，而且我好好看，好好看。就我自己去打工，然后我就是做了职位就有点被他进来，然后突然变得管我了，就能力比较好，难怪会有点觉得不是滋味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们的关系可能会反而会更不好，我可能就已经决裂了。对，因为你们那时候是完全都不说话，很少说话，没有一直炫耀，为什么完全都不说话？没有心灵交流，没有，对，没有像真的姐妹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你看，像我都知道她的菜什么，你知道她菜什么吗？就是那个内心龙，我没有内心龙，我没有内心龙，不是我的菜啊，单眼皮啊，高的高。170那你讲一个你最喜欢的艺人啊？我最喜欢的艺人，先说你先说，我的菜哦，罗志祥，真的假的？小时候，哎，准备走。那你喜欢谁？我喜欢那个演蜘蛛人的那个，他蛮火的。还有个问题，第一次看到林丹什么样的感觉？谁问这题目？哎，可是我觉得我对你有就是有种要熟不熟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很容易给人这种要熟不熟的感觉，就是因为你们大辣辣，对，好像认识你，但好像没有认识。什么意思啦？因为你跟大家都很好，所以对你很容易跟大家张朋友。不知道跟谁才是好，就是你感觉不很少深度的聊，哦、但是就是会很想认识你，可是就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难突破那个。你嘴巴应该冲出来呀、啊！冲出来呀、啊！别这样，什么？待会呢，我会讲出一个题目，然后假设我说好，说到林丹，你会想到什么？然后你们要做那个动作。输超过5题的话，你们就要贴那个海苔在牙齿上，然后跟那个内心龙告白。好，来哦，好，来哦。一想到 AKB， 你会想到什么？3、2、1。
应答上他的啊，但是考不合格，是吗？是。他去打了应答上话，啊，各方的。他感觉很害羞，他很害羞，他们真害羞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那我是不是也要这样才公平？好啊，那你要这样才好玩，你跟我讲。好，在底下留言，他们两个的 IG 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的拍立得，耶、yeah! ！